了？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有什么？在沙里蹲着两个。好痛好痛。有人啊？是嘉宾在里面是吗？啥？你看看。谁？谁？有人给我泼沙子。谁？你们躲不掉了，你们躲不掉了。哎哎哎！哇，真的有人。是真的嘉宾啊？真的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我看一下。哇！再学学。哇！哇！哇！还有谁？哇！你们说你？哎，让我？那是当然，出事情。哇！外面好舒服，快出来！快来快来 ，bro！ 哇！啊！快出来，暂停！哇！为什么红了？怎么样，爽不爽？红了！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朱润廷，你骗我！我骗你？那不是骗我，不是。你猜。哇！来的时候我想的是给子怡一个惊喜，在微信里骗了他半天，他突然给我发，听说你过几天来，我说没有，谁告诉你的？我说我不去，他说那你怎么会起这么早？我说我在浇花，我早上七八点起来在浇花。他说我不信，因为我浇花时候我会拍视频，然后我就发了一段我浇花的视频给了他，然后他就信了。我觉得这两个兄弟是这次带给我最大的礼物和惊喜，因为说实话出道之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，好久没有见他们，特别想他们。哦，好久没见啊。那这次能够在一个节目里面用露营这样的方式见到朋友，其实非常的幸福。我觉得欢迎来到我们露营吧啊！欢迎欢迎欢迎！哦，子毅，你介绍一下。这是 Jeffrey 董佑霖 ，Hello Hello， 你好。朱振廷，呀，你好。Hello Hello Hello， 你来一个嘛，没事儿。哦，我来一个。第一名是张若楠，第二名是。头发长度，他真的很好笑，他一直看着我，因为他在看我的头发到底有多长。你真的太……所以我就说我这个会不会太简单？你说我这个很简单，然后别人猜不出来，结果我刚说完第一名。你不能盯着人家头发呀！我没有想到你是纯外在的那种肤浅的头发的长度，因为我跟大家不熟悉，不熟对，不熟才更好拍。划过，我划过。网上的笑话就是我啊，没笑话，我的滑沙是个笑话，真的吗？就是我把整个沙都吃到了嘴巴里脸上，然后头发，然后就感觉做了一个沙子面膜。今天可以看吗？有。来姐，抬起来 ，OK， 抬起来。你看人这边怎么样？下来我就开始噗。朱润廷，你不这样滑，对不起我们。我不要，在这节目都能这么滑，在我们这儿不得？哎，那等会儿你也这样脸朝下，好吗？可以的，我们等你洗澡。1v1嘛，1v1啊，来啊，杨迪，1v1，我们俩只有一条，道理，只有一条路。你们挑战一下他嘛，你们三个比赛啊。这你说我们三个比赛，为什么一直在推我 ？Jeffrey， 不可能了，素人没什么事，就在参与，好吧。若楠拿一个，你试一个。好香。来，若楠拿一个。来。子怡去了。准备。八、二、
没办法，加油！不行，我卡住了。哇，我怎么到这儿了？是这里，有好几个洞可以出来。对，这里可以出来，不是这里，这里，王子怡，这里，这里，然后你从这儿下来到这儿，对。它折起来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。三二一，快来！多长时间啊？1分08秒。1分08秒，不相信？哇！朱正廷上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小了！准备，计时，开始！冲冲冲！先冲！哇，好快的速度，好快！哇哇，他给折下去了！哇哇哇！很快！我也可以！超快！可以可以！哇，他超快！哇塞，太快了！快撞墙！快撞墙！撞墙！27秒！27秒！你有办法能战胜他了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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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Jeffrey， 准备！哎呀，来吧，没事。哇，还是很拼！啊！完了，腰上卡住了，屁股太大。屁股？他的屁股卡住。哎呀，我的裤子掉了！哎呀妈呀，他掉了，真的掉了！不是，哎，前面有些提裤子，但看不出来。不是，后面有一个镜头。在哪里啊？提不动了，没有，你先到这里边再提。OK OK OK， 可以出来，快出，快出，这是已经好像已经没有人在乎你的成绩了。快摸摸摸，啊？有超过一分钟吗？1分09秒。来走。脚弄伤，我要你脚弄伤住。你们有跟谁一起看过日出吗？有啊，我们看过日出。看到世界上太阳亲眼看到太阳，在之前是哪来的？布拉格，新年的第一个日出。日出，然后这次你们在一起录的，一起看日落，哎。哦，真的。对。绝了。嗯。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还一起看了日落，我们还有。对，可以。是吗？我们几个兄弟一起看了日落，生活当中这样的仪式感越来越少，也变得越来越珍贵了。露营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这也是大家很喜欢露营一些原因吧。我问一个子毅好了哈，问子毅的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生宝宝了，
我生不了宝宝。你的爱人生宝宝了，你的兄弟里面你会第一个通知谁？范丞丞和董幼霖。为什么不能拉个群把他们都拉进去，然后都告诉呢？这个游戏就是如此的刁钻啊，对吧？第一个通知谁？董幼霖。哦，因为董幼霖在场。你选了董幼霖，董幼霖和小鬼，还是董幼霖？小鬼。小鬼不是不在场吗？我喜欢新鲜感。哇，太大了啊！行，最后你选小鬼啊，小鬼和朱正廷。朱正廷。哇哦，感动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告诉朱正廷，范丞丞也会知道。他就是端水大师啊！真的端水大师，每个人都不得罪，每个人都有选项，只得罪了范丞丞。来，有朝一日你生宝宝了，你会第一个通知谁？嗯，王子异和董幼霖，他们俩都在现场。如果我可以选择不通知呢？就把孩子默默的养大，他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。你的孩子不想接触到这两个人是吗？不是，就不想往这个圈子走，就是当一个彻底的普通人。他们知道他就不普通了吗？他们俩咋回事？他们太红了。杨迪、王子异、子异。我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我不会知道。不是你没有红包了，不包红包了。我反正不是，别告诉我。你给我的题太刁钻。王子异也是这个题。你们难得合体，应该来个那个呀。哪个？这个。是你快跳一个，我看看。我有点忘了。哎，迪哥会，迪哥会，我们一起。就来点音乐，我跟着你们跳。来点音乐。Let's go, bro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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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像一条鸡梦一阵被我揪去，哇，杨迪为什么会这样？搭上了，我模仿过蔡徐坤，超像。Never give up. Hey, hey. Run, run, run. Let's go. Let music go in. Let's go. Hey. 跳起来 Run, run, run. Any pose. 3, 2, 1. 没完，对着镜头喘气。你占了我的机位啊，这你就占我机位了。那一年的12月，对对对，谁还要来点啥？你唱歌，然后你给他伴舞吧，子怡。来来来，这首 Let's Go Empty Space。来，接下来王子异、朱正廷。check 啊，麦克风帮我调大一点。麦克风帮我调大，谢谢谢谢。啊啊，我了，这里是录音家族 ，Let's Go。一幕之中的一句话，吹起发梢也温柔。我越过风门尽头，星空在勾起谁的手？黑色外套掩映着心情色彩的节奏，边线跳动边有你有，缠绵的曲线向前头。Hands up！ 给你停止变人的足迹。嘿。青春的心，不过足迹拥抱你。
overnight， 时间 12:34， 没有了倒影，无法靠近的 love， 星空的像是刚刚听的倒带。All right， 红酒颜色变成 soft right， 气氛和热烈记忆却像是默片，熟悉的侧脸画面则若隐若现。I'm not right， gotta fight， gotta die。哇，这个动作好。Right， gotta fight， gotta die。我的爱沉入海里回不来了。王老师，你把麦烧了，好风光的歌手。Everybody。爱情一，这段演出在别的平台你还有个马赛克。哇，好棒好棒好棒。哦，先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那子毅在中间，我在这。好。Jeffrey， 睡觉老实吗？非常老实。他不老实。你又没跟我睡过。打呼吗？我好像会打呼，因为我有几次睡着之后就会被自己的呼吸声吓醒。哦，那你应该是打呼。不是，但我那是鼻塞，我过敏性鼻炎。那你到这边会不会难受？有一点。我睡不着，我怕黑，怕鬼。我害怕，我比你害怕好吗？不过幸好今天有你们，这衣服都不敢脱呀，太冷了，我就先不脱了。我把这个关了，干嘛？我先打呼为敬了，打扰了 bro， 打扰了 bro， 没关系，我会戴耳机的。